你露营的呀？对，你站在第一个比较不会卡住的，都有人会穿过去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。好啦，你就赶快上去哦。知道啦。那我去好了，你们帮他拍了，那我上去推了。哎呦了，哎，家里卖给你了。第一个比较顺，叫你滑第一个，你爸爸上去帮你们推呀、啊。你爸爸上去帮你们推啊。对啊，要坐第一个比较好滑啊。爸爸上去帮你们推啊。爸爸已经上去了、啊。要有人帮忙推啊。可是小朋友都太轻。你看，谢日宇也是卡住啊。他有没有人在推啊？还没上去。这就是谢日宇啊。我说推的人还没上去。哎、欸，舅舅上去要帮你们推了啦，有推的比较，真的是比较那个。你说要推比较远吗？对，就不会卡住了。要通过这边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不然就用趴的。对，用趴的也可以。有吗？你起有没有看到？阿公在溜滑梯哦。等一下，再一次，这个可以行。